主料，桂圆肉、枸杞、山西大枣、木瓜、雪蛤、辅料、冰糖。用餐人数一到两人。准备材料：木瓜、雪蛤、山西大枣、枸杞、云肉、冰糖。正宗的山西大枣调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啊，木瓜调的还是比较熟的。先把大枣、枸杞和圆肉放入水里煮半个小时，也可以加雪梨、银耳什么的。大火煮开后关小火，煮半个小时或更久一点没关系，然后放入雪蛤，小火再煮一下，最后放入木瓜，再煮半小时就 OK 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